如果你有一张手抓饼，手抓饼微微解冻，像这样对着切成长条三角，纯肉烤肠切小段，抓饼以次放芝士肉松和烤肠再卷起来，啥蛋液啥芝麻，170度烤15分钟，外酥里嫩，一点也不油腻，酥脆又爆汁，太解馋了。手抓饼切细长条，缠在香蕉上，啥蛋液啥芝麻，送进炸锅，170度烤15分钟，外脆里嫩，香喷喷。手抓饼切成培根一样的宽度，放上培根，卷卷卷起来，卷起来的样子，啥蛋液啥芝麻，170度烤15分钟，手抓饼培根卷就做好了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手抓饼一次放芝士片、培根和火鸡面，边边对着包起来，啥蛋液啥黑白芝麻，180度烤10分钟。手抓饼加火鸡面的组合，真的 YYDS， 你们一定要试试。